投票前十日袂当阁讲民调，这是选罢法内底规定。不过伫新北市长选举的部分，有做选员徛台时阵，煞讲出民调数字。这是台北县劳工局长郭宝华伫昨替朱立伦徛台时阵，讲到目前两个候选人民调数字，选监小组人员当场甲伊阻挡，有哪开始搜证。蔡英文阵营质疑讲，安尼违反着选举罢免法，应该爱调查。也算前最后礼拜日透早，新北市长两名候选人拢选择到三峡地区用车队方式来扫街拜票。国民党的朱立伦选择位于桃园县以及台北县莺歌交界所在来出发，一路为莺歌拜票到三峡。同一时间，民进党蔡英文嘛为新店暗坑以及三峡交界山区，选择着市议员候选人的车队来到三峡地区拜票。两名候选人嘛伫拜六分别甲住伫台北县莺歌阿文国手杨淑君的宝贝杨正兴来见面，表达着因的关心。跟政治完全无关，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说，全民现在不管，朝野蓝绿都应该要支持，都炮口一致对外，这才是对的。对外的时候，要懂得如何去交涉，如何去争取我们选手的权益，如何是坚持我们的立场，这才是人民期待政府要做的事情。另外，第一摆啦，台北县劳工局长吴宝华是来替朱立伦徛台助选的时阵，是来讲到民调以及甲对手的差距，去予蔡英文定义质疑是协商违反掉选罢法。大家现在大概在站台的时候，或者是在致辞的时候，都要注意啊、哦，选罢法的规定，最后十天是不可以讲民调的。现在已经了解这件事以后，我们大概选后哈会有一个监察小组会议啊，然后来审查。选前敢若剩六天，新北市长选情也是真紧张。上罕无敢若是要上街头抢票，嘛要伫个议题上交锋，争取选民的认同甲支持。记者张志扬、陈昌伟、刘汉林台北报道。